想要邀请几位比较资深，然后跟我们一起走到现在的老师们上台。首先是李国奇老师。其实呢，今天有很多老师，资深的老师都没有办法来到现场。然后简文德老师，王金贤老师，肖申杰老师，佩香老师有没有在现场？佩香老师。好，没关系哈。中山的老师可以到前面来吗？其实呢，我觉得这一路上呢，我们常常跟不同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做很多事情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说一起做很多事情哦。那。哦，还有郭长春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太激动了，不好意思。郭老师，其实呢，就是我们跟很多不同的班级同学会一起发想去做很多事情，但我们很少有像今天这样的机会，把大家聚在一起讲这些话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是非常难得的机会。然后我想先请大家也给台上老师一些掌声。一起走过一些不一样的时光，非常有机会之后还有像今天这样的场合大家一起来分享。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心意，就是想要有一个小礼物想要给老师们，就是我们的小天使，舞台小天使有吗？小天使，不同的障别的朋友们可以同在一个班级学习。今天少爸爸跟明宗也有来，还有凤珠，可以跟大家挥手吗？美学不一定是完美才叫做美学，我们如果可以一起分享，一起讲我们如何创作的过程，就非常有意义。简老师之前跟我们去部落去义诊，我们透过义诊呢去了解说，其实大家身上的酸痛是社会性的，它其实是有故事的，它其实是我们在做什么样的工作，我们身体其实都会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过程中体会好多事情。简简老师，其实呢，表演它要变成一个可以认识自己跟其他跟他人，这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之前甄杰呢也带着我们的师生，其实做了很多，要可以更分享，然后可以跟大家交流。然后之前也跟我们去纽约哈来做分享。金璇老师，我们这两年人在社区里面把美学开拓到社区里面，我们要让日常的咖啡馆里面都有我们的美学作品，很棒，谢谢金璇老师。等一下带大家合唱哈。其实早在十年前，中山的老师跟韩正浩老师就已经跟左朗明哥尬过舞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才有哈，他们一开始就开始做了。郭长春老师，我真的要说，他不只是一位老师，他还是一位终身学习者。你有看过吗？一个老师他为了要教三 C 的手机跟电脑，他要一路上有多少的变化？现在科技变化非常的快，对不对？他一路的学习，然后也真的跟学生教学相长，一路走到了现在，一点都不会拘泥于原本的教学，真的非常的厉害。谢谢郭老师。我们的小天使刚到了现场，我们希望可以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就是我们一起在走在鲁迪的路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师们。